一月精品清钱成交量非常少，几乎见不到50000元以上的集美品清钱，绝大多数呢都是万元以下的普通品种。从本月的成交可以发现，味道纯正的雍正钱有启动的迹象，原味集美品清代大样呢也有一定的涨幅，未来名誉品还有广阔的上涨空间。顺治江一厘成交价5611元，康熙大南成交价3125元，康熙满汉同套子钱评级币成交价11446元，康熙满汉大广评级币成交价9374元，雍正保安评级币成交价4939元，雍正宝拱关刀拱评级币成交价3998元，雍正宝镜成交价8075元，乾隆大样母钱评级币成交价47051元，乾隆宝书大多数式样28毫米，重量6.6，成交价19723元，乾隆宝书遒劲书评级币直径2.7，成交价1579元，嘉庆宝书扩园大样样钱直径27.4，重量4.8，成交价17046元，嘉庆大样评级币成交价4401元，艺伎金钱评级币成交价29814元以上。投资建议，目前行情相对稳定，普通玩家呢可以进行换仓操作，尽量换成原味品。